热门搜查线，相处久了彼此的缺点那还不承认，很多的习惯一直都不改，想要控制我生命，随意进出我家拿东西，外景有时候比较晚，他有时间他帮我喂狗，他除了喂狗之外呢，他都会顺手牵羊，我把不适合你的东西拿走，你管他合不合适，我是为他好啊，为什么不跟张其实在一起，恶行恶状，人赃俱获，听完你们能买新衣服，霸占厕所。姐，我不跟你讲，去厕所要先讲啊。你上厕所你喝很久啊。太会念了。跟我吧，我哪里会念？红红都没有停。小杰已经够长凉了，你真的是长凉2.0版吗？Let's go！是不是觉得今天整个摄影棚清爽很多？对，对了，好舒服啊！对不对？好新鲜哦！以后我们就照这个套路来讲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这个主题非常棒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好朋友相处久了以后，都会知道说，怎么彼此之间有杂讯，有杂讯，有杂讯，麦克风都没拿，谢谢玩到的，真的必须到，不打情不打懒，就专打这种不长眼的笑话嘛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六回六回，没有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午夜场现在很多自入，很累。我在忙这些东西啊，对，我刚刚还在剔牙，还在戴牙套，不好好处理。我们在帮节目赚钱，像话吗？你不能乱搞乱搞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，就是啊，冤亲债主，朋友相处久了，彼此的缺点那还不承认什么了？都有，好吧？来，你们两位先站上去。好好好。为什么老师会迟到？你说尿很慢，你要等他。我说你，你尿尿故意尿慢一点，然后我尿尿还要用擦的。真正跑我不是手，因为甩不干净，我那要拿卫生纸擦。不要有动作嘛，千万不要讲话。来，甜甜跟那个谢欣，你们两个算多年的朋友了。对，我们认识蛮久，可是他自己有很多的习惯，一直都不改。哦，不敢上来，上来一场。不要控制我，你真的很多值得看的事没讲。来，请说明。来。我觉得今天就让宪哥来做主持公道，对，怎么说？因为很多事情呢，他都觉得说不大人治就是可以治他。今天你在这边，你就好好治他。直接第一封黑函，黑函罪状一，随意进出我家拿东西，根本是窃盗的行为。后来小偷，对，不告而取谓之偷啊。对，因为呢，不管我搬家搬到哪里，到现在买了房子，我都会多一副钥匙给他。对，因为呢，我说就是如果我外景有时候比较晚，他有时间他帮我喂狗，我觉得这刚 OK 嘛，姐妹掏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可是喂狗你就好好喂狗就好。是他干嘛？但是呢，他除了喂狗之外呢，他都会顺手牵羊。啊，你家你要养羊？是形容词吗？狗之后他就应该走了，但他不走，他就会留下来看看呢。例如说，哎，我最近有买什么新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他就会试，然后试完之后呢，他就小小心心的不让我发现，然后就把他带走了。后来呢，我都是自己看节目，我就想说奇怪，这个节目播出，谢欣身上那个发饰不是我的吗？是不是也是我的吗？衣服是我的，哎。连那个裙子都是我的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说你现在给我转到节目哪一台？你看你全身上下东西都是我的。抓到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要讲，为什么我去你家喂狗，我不喂完就走，那是有苦衷的。有什么苦衷？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说我饲料一放，我拍拍屁股走人，无情，对不对？无情这样子没血没泪。我为了饲料，我要坐在那里，我要坐在沙发上陪伴着他们讲话，我需要找一点事情来做。再来，就像你的那个瞳孔放大片一样，我把不适合你的东西拿走，这样错了吗？
人家的东西你管他合不合适？我是为他好啊。那你后来你为什么不跟张东西在一起？不适合他的。OK， 有不适合一不要。对，你现在讲的非常好。不适合啊，你拿去嘛。我真的已经亏嘛。我真的有苦劝他很久了，我有苦劝。但是至于这些东西，真的就是啊，你已经亏嘛。我很多了，你讲的真的没错。假美瑞啊，都假嘛。他理光头还蛮好看的呢，我真的小沙弥，真的你觉得好看吗？我人家现在问你的，性格性格，而且那些东西你真的买太多。还有拿过什么东西？拿回去？还有我跟你讲，他多夸张，因为我家的浴缸哦，我整个装潢好，我自己都还没用过，他自己。把那个自己去买那个泡澡的那个香氛，然后在我浴盐，然后在我家手泡，第一泡是他泡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那一天我要手泡呢？为什么你要在我的浴缸第一泡？因为你家的浴缸可以躺平，但是我家浴缸是蹲式的，我好久没有躺平了。那一天我去你家，因为我在等通告，那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快要睡着了。我觉得说我要是泡个澡，精神会比较好。哎，谢欣，你不了解，躺平泡很容易变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浮尸啊，阴湿，溺毙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胀了很久，然后水进去啊，哦，那个很可怕。对，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在帮他测试？哦，我在帮你测试那个水深、那个温度、那个舒适度、那个浴盐好不好用？而且浴盐是我从南美洲买回来送给你的。没有，你是送给王少伟浴盐，你带走。他在我家没浴缸，我送他干嘛？哦，送浴盐给男生就代表是一种暗示。你是送他，你没有送我浴盐。欲言又止。你是送我别的。哦，是有含义。而且好，这就算了，他还有更夸张的，还有更夸张，就是我买了新的睡衣，然后我就是买那个美少女战士整套，哇，关他什么事？哦，然后他就去穿我那个美少女战士睡衣，然后躺在我的床上，他可能幻想是我吧，然后他就自己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这个床太硬了，幻想是你，那是一个噩梦，没有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的幻想，那你干嘛要穿我的睡衣躺在我床上，还要试我的枕头？因为我真心的觉得你床铺不能太软。因为你床铺太软的话，对你的骨头真的不好。因为我躺过很软的床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腰有问题，背也有问题，我是为你好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为什么要试用我家的东西呢？我是在帮助你啊，姐妹。我不想要到你老了的时候，那整个背弯的这样，没有办法直不起来。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保养品，跟偷走我的面膜？嚯，哎呦，时常要偷走你的人了。我不是偷，我真的不是偷，我是在你家试用，试用，然后觉得还不错，我就把它带走。对了，不是偷吃嘛，是试吃。试用，大家通通难不倒。第二意见，还有，超级重色轻友，有异性就没有人性。你说我怎样啊？我哪有？有，因为只要我们每次约好的局，而且有时候局是他约的哦。然后只要有，例如王少伟打电话来，他就说现在过来接我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这样我先走了，他就走了。啊，真的？对。然后例如同时呢，如果我和别的男生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出来接我，然后他会选择男生。永远都这样，那个一定有特殊原因，或者是离你家很近，还是你自己就回家就可以了，没有，或者是有一个顺序先来后到，哪有？每一次，例如说我跟医生同时传讯息给你哦，我们明明投在一起，然后你永远先回他的，我的，你医生也好，对，医生他也好哦。就是我们一起传讯息给他，你记不记得？然后他先读你的，然后我的别人都不读。那是因为你的讯息常常都是很无聊，就是那种哦，今天好无聊，或者是他的语音讯息都是那种废文。嗨，他那个我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测试他这个人有多夸张，就连医生也被停。然后他就我医生传什么给他，就传那咕噜咕噜，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碎的那种。至少医生会念情诗给我。那是你逼的。好，念情诗给你，有印象的是哪一则？哪一条诗？今天我要为你写诗，今天是我第八天为你写诗，今天我好诗。没有，我是说今天你很诗之类的。为什么啦？他曾经连续七天念情诗。然后又下大雨，我说你今天一定很湿，因为会淋雨。哦，我那时候是关心他。哦，讲的暧昧。不是，他真的很夸张。没有，宪哥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程度？他连董哥都要停了。他现在每天都要祈祷董哥是不是有周年维尼？十里之内必有董哥。董哥呀，他连董哥都要。
好 ，OK， 不是你们说了就算，我们会有调查，好不好？各位调查一下，来来。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，他们把谢欣的车钥匙交给我，让我来他的车上，把属于我的东西偷偷拿回来。你不要刮车。拿回东西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再乱刮别人的车哟。这件毛衣上面是小甜甜。这是我买来当我的宣传服的，他偷什么偷？买来装可爱。如果我的忠实粉丝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前阵子我才分享了我那个化妆的头套，为什么会在他车上？这个这么可爱的东西，你觉得谢欣适合用吗？他来还我。我们来看看早些时候在甜甜家捕捉到的画面吧。登了 ，Oh my god， 就是谢欣，他跑来甜甜的房间干什么？我好冷。好，你去玩。你妈妈买新衣服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好，冬天穿。呀，怎么没有试穿？有我的努力。哇，好像日本鬼哦！这下子人赃俱获，我看你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啦！我们回到车上继续看看呗。你拿什么啊？我以为他很有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想说他应该也很红，但你知道他的那个存款簿里面是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零哎。我一直以为谢欣现在很红，应该赚很多钱，但是账户不是零元。你没有去补折吧？待会呢，我就用电话打给谢欣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啊，外面快下雨了，我好冷了，而且我东西很多，你可以载我一下吗？他工作的地方离我家没有很远，如果他拒绝的话，就太没有道理了。你在干嘛？刚收工啊。你收工了？哎，你可以载我吗？我在你那个录影地方附近而已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有一点要下雨了，然后我刚才去拿赞助，然后东西有点多。哦，有人载我一下啦。你家东西就是我借车而已啦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拜。我们来看看谢欣他到底要去哪里？咦，这不是梦多吗？穿那么帅，没有，就工作啊。哎呀，你刚收工哦。对啊，累死腰，好酸哦。啊，那你可以运动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这么温柔？今天刚好要下半身。你要练下半身？我最欠缺下半身的运动。哎，我很久没有运动哎。多久？大概6个月吧。6个太久了吧？好恶心。还讲什么话？找到原因了，拒绝了小甜甜。原来是要去下半身的运动啊，呵呵。我是手，你还算咱们咱们，我跟你讲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梦多是你的菜啊，是。从头到尾跟梦多那么熟了，没有，他这个是属于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放过任何可能。对，这个是天罗地网爆了嘛？你要跟他学，法官大人这样子。不是，而且等一下，你上一秒跟我讲话说，哎呦，你就坐计程车嘛，怎么样？运动一下。哎呀，你还可以，他上一秒对我讲话，然后现在上一秒，那你可以上一秒运动吗？啊，你好恶心，完全骗一个人，有没有？哎，我现在真的跟你讲。我跟孟多真的就是运动上的朋友，因为他跟我同一个健身房，只有运动上而已。他跟我同一间健身房，然后那一天就是接他，因为我们健身房在附近，那他可以做捷运啊。他那天要教我，就是一些你知道，因为你知道我下半身比较粗壮，你明明就有自己的私人教练，就是那个课快上完了，然后他教我是免费。你干嘛结结巴巴？这逻辑不通啊！他教我免费嘛？那你也知道我比较贪小便宜，所以就是你看他教我就是哦不同的小便宜。好 ，OK， 两位不用再辩驳了，我们这个啊 ，to see is to believe， 眼见为凭，好不好？那么本庭在这里郑重宣布是。
有罪，有罪，要把这个猪头面具戴上，他是惩罚，拿人家的东西，哇，这哎直接穿走，你这不算惩罚啦，我帮你把这个带走，我只能跟你讲一句话，真的，你很适合，真的，真的，比较像玩，比较可爱，对，可爱，对，好可爱，好，可以这样去运动，好，谢谢两位，回坐，回坐，回坐，释放，释放，你看嘛，不能拿人家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多虽然是好朋友，但是不能这样干嘛，是吧？起码要讲。好，医生跟吴尊两位请就上，哎呦，你要告他。你要告我什么、啊？你们两个的交情如何？因为我跟吴尊两个人是有固定在出一个鬼屋的外景。对对对。然后他真的是我见过史上最没有羞耻心的人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情况非常危急，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监狱里面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跟他两个走在最前面。哎呦，好阴哦！然后远远的就听，远远的就听到好像有一个脚镣的声音，哐哐这样。对，那集真的超恐怖。我吓死，我就抓住吴尊说：“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”然后，因为我想要确认一下，我们听到的东西到底是那应该是制作人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制作人走在我们后面，我们是走在最前面，真的遇到。然后声音是从前面哦，要准备要转，前面都没有工作人员。在你们讲这个时候，现在已经晚上了，我跟你们提醒一个事情，好不好？什么事情？以前我出过一个外景。你干嘛？就跟脚镣有关的，脚镣监狱。在台湾的某一个监狱，结果那个监狱里面啊，它后面就是一个刑场。哎呦，哎呦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因为我也不怕，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制作人，然后就拿了一个脚镣在后面刮个嘎嘎，然后结果我就冲出来一看，哎，果然是他抓到了神经病，在闹你。对呀，对，好了，就好好介绍就好，开始介绍就好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制作人就站在摄影机旁边，对，突然间。清清楚楚，脚镣声音竟然又响，又来了，他已经站在摄影机旁边了。那我跟制作人两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之后，我就慢慢往外面走。怎么还录得下去啊？对，那一段录影到现在没有播出。哎呦，不敢。纸尿布来录影，听到脚镣，脚镣。当时的情况就真的像是刚刚这样这么紧绷，而且我们是那种听到声音是要跑还不能跑，不能跑。对，然后我已经真的快要不行了，这样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他就给我放屁，而且是那种水屁那种。那我就心里想说，你怎么会？含水量很多了。对，然后他也跟他是紧张嘛，会松掉。对，会紧张，因为录的真的会紧张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因为他被鬼弄后面。在那一集就是真的是我感觉到，就好像有那种筷子在戳我的菊花的那种感觉，我很明显感觉到，我还在节目上有讲，真的很真的。这个屁乃腹中气嘛，跑出来游戏，他也是没办法。那第二条，第二个就有事没事就抓大体啊，不不。不是没事就抓下体，大庭广众，成何体统？因为他不是都会穿那个真真的那个衣服吗？然后他的裙子是这样开的，他每一次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那里就会很痒，他都直接这样手就这样捞进去，然后就开始还会发出那个声音，叫啪啪啪，先拉一下他的内裤，然后接着就开始搓，这样搓一搓以后就算了，因为他是自己的事情嘛。可是我们每一次，我们在那个录影之前，我们都会有买那个麦当劳，然后薯条大家都倒在一起这样子。他的伸手就直接抓那搓薯条这样子，哎呦，搞得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吃。那个是等于是有阴湿才会这样。对，来解释一下，抓下体没有？因为我最近有点就是变胖了。就有些时候走路走一走，或是我卡裆，对，就是那个内裤会卷上来，然后卷上来之后，我就要就是去这样就要去瞧那个内裤，然后有些时候隔着裤子瞧很难瞧，就手会直接伸。那不行，你穿三角的也 OK 啊。可是三角会卡缝，换个内裤会不舒服。那就不要穿，不就穿松一点的嘛。那你就前面穿三角，后面穿四角。没有那种裤子，所以我其实没有抓到下体，我几乎都是在拉裤子，然后所以有啪啪啪的声音。好，我们这里有收正陛下，请看。
哦，我这也有。听说吴尊很喜欢摸鸡鸡跟放屁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这样坐着，然后脚夹着，不是各位。也太快了吧！摸了，来帮我们试一下。又抓，你是不是昨天忘记洗香香？来了，这是可以。我抓到诀窍了。哇，就是这一种。哇，那我们再听一次。哇，吴尊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什么？我们在试游戏，然后你放屁。接下来我们跟着吴尊去上通告，继续记录他的坏习惯。我跟你讲，我前一天就在制作区遇到采花姐了，然后我就跟采花姐了。现场有两个女孩子，吴尊还是照抓，我也是醉了。他在养什么？重头戏要来了。怎么样？我看到，我想说你闻到我的头发的味道吗？没有。什么味道？是有故事吗？什么味道？没有，这是真的有人放屁的味道哦。你干嘛放屁啊，玛丽亚？医生说你会无意识抓下你家放屁，我懂了。不是我啦。放屁并不可耻，可耻的是死不承认。最后我们来到了摄影棚，毫无意外，吴尊依然是。真的是948794狂。不行，好吧，我都放屁，很臭哎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我放的小声，什么味道？闻到，对不起，又放屁。你们至少还没有闻到啦。哎，我每个都出去了。终于拍完了，你的屁臭到让所有人不要不要的，呵呵。厉害吧，刚看到这影片你有没有什么说辞？什么时候拍的我都不知道，可是我这样看发现我平常好像真的会有一些这种习惯动作，可是不小心的，可是真的几乎都在瞧，我没有在抓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是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不会用手，我们会带一些舞蹈动作，这样就开阔了嘛，看嘛，哭了背起来，开啦，对不对？会啊，朗朗的呀，朗朗会动，而且松一下。有时候就是你换衣服的时候，你要脱裤子，然后那个就是整个又不好看，动一动就好了。脱之前都还是要先瞧一下，练一下，练一下，我看看。来来，试试看。对，不一定要用手抓，没有吧？有没有？有，对啊。那得到舒缓，那你那个裤会抓，有抓，有抓。坏习惯改掉啊！胃溃疡是什么样？胃溃疡就是我的胃已经60%的溃疡，然后就是因为胃那个幽门螺旋杆菌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也最近都每天都要吃药，早上晚上都要吃药，已经吃了半年多了。我是建议你不如离开演艺圈，专心学习，专心不要一心二用，真的这样比较快。而且我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我吃东西很快。吃东西很快之后，它嗝就很快就会打出来。那吃要慢吗？慢慢吃啊。而且你吃东西不要讲话，讲话会有空气进去，对，特别容易放屁。对，细嚼慢咽很重要啊。对，好，罪名成立，来啊！不行啊，戴上臭味眼镜，有多臭？来来来，臭高，里面有臭高，臭高哦。你自己戴上，你自己戴，真的很臭。当作闻你自己的屁呀！好，来来来，不要闻，不要闻。朱姐，朱姐闻一下。你的脚。戴起来，一二三，前面会臭啊，前面会臭，吐那块臭，后面慢慢就习惯，会吐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眼泪都已经流下来了。好，戴上来，一二三，好。你有罪，你有罪，回去，去，好好好，无罪释放。好了，下一组人马，临近小 A 了。你们两位认识彼此多久？3年。来。黑喊唱歌五音不全，走到哪里都要魔音穿脑，让我觉得很丢脸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唱歌好听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啦，那个他不是说直播会有那个麦克风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毕竟有 echo 嘛，那粉丝当然会觉得好听。我跟你讲，没有 echo 的麦克风，他根本在念歌，念经那种，真的很难听。那个韩国流行歌曲哦，被他唱完之后，很像《复后7日》的主题曲。
流行歌就跟他靠调啊啦。你哭难过，我现在唱一段好了，现在唱两首。啊来滴滴，就来滴滴。假练哪个滴滴啊？那个是泰文歌吧？这边有人落泪了，唱落泪了。他们的歌嘛，对啊，都不用怕被告啦，不会有版权问题。就自己唱自己唱，不会有。对啦，难怪上传上来下架。然后出门嘛，我们很爱去逛夜市，搭捷运也唱。去麦当劳也唱，我喜欢唱歌。去夜市也唱，他唱一个太爽，还跳起舞来呢。哎呦，光天化日之下的，我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要告诉你，真的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这走到哪边都会放音乐，我就会想要哦，听到音乐就随风的，我舞蹈做自己了，音乐魂啊，真的啦。那这个喜欢音乐的人，我们还能接受。来第二一点，好。半夜不睡觉玩直播还突袭我的房间有事吗？半夜大家在休息了，他每次半夜就那化大浓妆然后直播，啊奇怪，还真的有粉丝在看呢。啊有啊，有吗？看有啊，粉丝可能看一个说啊，每天都在跳舞唱歌好无聊，他就那我们去看林静好了，因为我跟他是室友，我们住在隔壁，啊我在睡觉喽，他就直接闯到我房间闹我。我都不用睡哦，因为他直播赚他的钱，然后去图啥？人家的小 Ella 的直播消费零金，这样消费。标题我笑，来，我们收正一下，来来来来。从前有一对欢喜冤家，他们是林进与小 Ella。现在啊，连在外面吃饭啊，他都是非常的勤劳在练跟唱。万一不好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看，又在发作了，又在发作了。对，都是人。然后他这样子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就是看你漂亮啊，帮你录影。我知道啊。不要脸，他又要唱 T T 的啦。我要唱最新的歌。我最近来学那首新歌，什么新歌？就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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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会跳还会唱哦？对啊，会啊。我真的觉得很困扰，因为现在在等那个捷运的车来，他连这个空档都要练习，很多人呢，你看。哎，林静，我最近选了一首新歌，我唱给你好不好？这首歌很红哦，我唱给你。喝个咖啡，只有你的美，诉说着你的罪。亲爱的，别担心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对啊，好了，我要来跳舞了，给你看啦，哈哈哈哈。你当做钱柜啊？都凌晨几点了 ？Ella 又在直播了，还好我有跟制作单位借这个分贝机了，我现在就要来控诉他了。我们来看他分贝有多少，凌晨几点了不让我睡是不是？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看多早上几点了，根本不让我睡。你唱直播会有人打赏，不如我好听唱好听的那一段，有那一段吗？他时不时就会跟粉丝说要直击我的房间，我真的很困扰。回来奔上了，跟那个粉丝朋友 say h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怎么跟我们 say hi 啊？大嗨。林静与小 A 啦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才怪。
厉害啦。来来，好有精力哦。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？我是觉得喜欢音乐的人，是 OK 啊，好动的人是 OK 的，是 OK。而林静本身也是一个神经病，对，而且你看，所以呢，那什么资料说我觉得他家姐也会说，恶马就要恶人骑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两个人都有小 A 啦，无罪释放林静，为什么？诬告，诬告，苦瓜批评，诬告人家。讲一点，林乐，为什么我被炒，然后粉丝会说小 A 啦可爱？因为他的表示我比较漂亮，可爱啊，他对他的粉丝负责啊，可爱的，是不是？林俊，你也可以拍回来啊，你也可以去炒他。林俊这边有话要讲，你说，我跟你换车房好不好？这个对不起，不行，来喝掉。哎呦，只有15秒的时间，瓜汁哎，15秒哦，喝完，好，瓜汁没有喝完，我们再来一瓶啊。好羡慕啊，来加油加油加油！哇。感觉很健康啊！10秒，清醒一点！哇，对了，3秒钟，才关的啦，才关的。2秒钟，哇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两位。接着下来是我们魔女党蔡小乾跟小杰吗？第一条，一回家就当少奶奶，还有家里弄乱七八糟，真的吗？因为他平常没有住家里，那他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把他生得那么公主病，他反正就是沙发植物人，然后什么都不动。沙发植物人，你好心酸，你好危险啊！沙发植物人，知道吗？他就躺在那里，然后什么都不动。我常常想说，我是没伸给你手，还是没伸给你脚？他拿个东西哦，就在眼前的东西，他自己不会拿。遥控器。你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啊？就类似，没有，我哪有？你年轻的时候哪有？你就是因为这样才离婚？哦，哪有？小心，我的脚没有。嗯，不是哦。哦，小杰哦。不是哦。不是哦，因为当年妈妈感觉不再爱了，所以她选择离婚，对不对？自己一个人不是也很快乐？对啊，现在也很好啊。这是自己想要的，不然我那她现在跟谁交往？我告诉你，讲出来吓死你，马国贤，叫爸爸。哦，原来不是啊，他再也不是马国贤了。马国贤还在，难怪他乱讲。国贤哥刚才这一集留着，一直看到现在才刚走。对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小杰嘛，要带他回家。他现在在，年纪差很多。他现在在楼下热车，对，等你上车啦。不行，你这样讲就见光死了。本来还有一丝希望，不会，不会，我现在会帮，现在很坦诚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你说他这个啊？他就是回家呢，他就是待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永远都不动。举个例子好了，你有看过人家吃芭乐要削皮的吗 ？What？ 削皮。对，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准备水果。那如果说我芭乐切一切，好，然后芭乐他会跟我讲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削皮？芭乐啥？有人听过芭乐削皮？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削皮，你不能长大不削皮啊！你已经养成那个习惯了，是你养成的。你现在的意思说我把你们宠坏的意思吗？你的意思说我给你们太多的母爱是不对的吗？然后你长大了还要这样要求我，你为什么要吃芭乐削皮？你不会自己去削呢？你为什么还要我再帮你削皮？然后还说啊，比如说好，我就端去削皮了。削皮之后他还问我说，你籽为什么没有挖？你当我是卖水果，你当我是卖水果，你当我是老板娘啊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纸挖了之后，他也跟我讲说啊，我想说啊，没事了，我也可以坐下来吃一块。不是，他告诉我，那为什么没有梅子粉？哇！老板娘，我要整套的来，有没有这样子对你吗？要求哦，要求过，人家要求过，要求过。我一年也才回去2-3次，然后是他说要让我们觉得他有存在的感觉。对，他说他需要有存在感，我才这样做，不然我哪敢？他脾气那么差。存在感是要存在你心里面对妈妈的尊重，而不是你把我当佣人般使唤。你有很爱做吗？我做久我也会很生气啊。也才我忍耐也是有极限的、啊，你不能说长这么大了，快30岁了，吃个芭乐要削皮，你
下次吃莲雾，你要不要叫我削皮啊？莲雾要不要？莲雾也可以削皮啊。你恰杂宝，你恰恰恰恰恰恰恰，你恰恰杂宝，你恰恰杂宝恰。好 ，OK， 这是第一件，我们来判断第二件。恐怖，恐怖！来第二件，第二件。霸占厕所死不出来，老娘我膀胱都快爆了，发炎了。哎呀，便秘了。因为我知道上厕所都很久，他只要一进去浴室，他就不知道出来，不知道在里面忙什么，我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。他每次进去一定超过20分钟、30分钟以上。我每次在外面等到不止膀胱发炎，都快子宫脱垂了。我跟你说真的，那么希望子宫脱垂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等到天荒地老，你知道膀胱胀，然后又站在那边等，又很生气，然后叫他又叫不出来，真的很是每次都想踹门进去。你有看过这么不尊重家人的人吗？你看这个就是对什么不对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厕所这件事情是我真的不对，就是因为我在厕所本来就喜欢待很久，可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要上厕所啊，我就想说反正我就进去看一下手机什么的，然后才会酝酿。他每次来催我的时候，我都快要有变异了，他才来催我，那我也没办法马上出去啊。哦，刚好不上不下了，一催就缩回去。哦，你可以去上另外一间啊。另外一间我也上不出来啊。你看，两个跟小孩子一样，老要抢同一个球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。来，直接看一下他们的证据 ，V 下来。哎妈，今天我饿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了，等一下了，我也要下班了。角度哦，发现了，是哦，好，太可以了，这样，好，我把这个放起来，你就看我传下就可以了。看到这里，我突然好想唱首歌给大家听，一二三，唱。世界上只有爸爸。我的老天鹅真是好听。奶姐，我在厕所啊。谁啊？不是跟你讲去厕所要先讲吗？那我们去厕所要讲啦。因为你上厕所每次都很久啊。就你才很久嘞。我只是告诉你说，你要上尽快一点，你不要让他每次都等到膀胱会爆炸了。太姐，干嘛？快啦！你还要多久啊？不是快好了吗？我们还在上厕所呢，上厕所要酝酿情绪的，然后一直催，你越催越上不出来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给我快一点，我真的要上厕所了。我知道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在三分钟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再给你三分钟，你上不出来你就不要上了。始至终都没有出来，对，半个多钟头，对，我只好到隔壁去，因为真的是很受不了了。所以你不要说人家有时候你的一些生活习惯，人家网友喜欢骂你或什么的，其实你真的有很多地方你真的自己要再检讨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看你吃饭，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动也不动，然后煮好的，我们也是刚下班回来，我也不是在家里闲闲没事干啊。我早上七八点上班，然后晚上伺候你吃饭。那我在准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进来端一下？啊，先跟你刚刚说很会念是我吗？是是 是，你说我吗？是啊，我是没错。我哪里会念了呢？你现在就很会念了。天天在念。
从头都没有停。小杰已经够杂粮了，你还比他杂粮，你还可以拿出来，你真的是杂粮2.0版。我真的是原告哎，我不叫杂粮，我怎么？来，现在本庭要好好宣布了啦啊！我错了，刚刚我觉得我错，先不要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的影片了，好不好？对。诬告罪成立，诬告是你不对，给他画，给他画，他你不对。我跟你讲讲道理，来，第一个，跟我说，第一个，他工作外面，现在家里的经济主力是他。乱讲。他没有拿钱回家，什么叫主力啊？为什么会没拿钱回家呢？因为他赚的很多。哦，你赚很多，那没有，那赚的多那是我知道你们这些小孩以后不会养我，所以我自己要存着保本。好，第一件，第一件，他回到家，有纵使有点小公主也 OK， 但是你的杂粮已经盖过他的公主。谢哥，没想要拿这个钱呀？哪个妈妈不是这样？不是不是，你妈不会念你吗？如果你回家什么都不念，现在小杰妈妈下去揍你了。我妈在念的时间刚好跟她大便的时间差不多，那也很长哎。她是30分钟起跳。哎呦，哎，你妈念你30分钟起跳。慢慢讲，她会讲到15年前、20、30、40。每个妈都是这样呐，我为什么有罪呢？没有，你妈也是这样啊。没有，但你的痛掉让人实在无法忍受。对啊，所以这第一点有罪。好，厕所。怎么了？你真的膀胱要爆掉了。你如果说实在没地方了，那也就算了。你隔壁还有一套嘛，你忍一忍，就出力起来。那我就跟你说，那一套有免治马桶啊。那你一定要免治吗？我一定要。你纯粹去挥霍。我一定要免治马桶。这有气质呀，跟他讲。去替你亚当挥霍就可以了。公主病，你我跟你说，如果他真的是孝顺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另外一边也装免治马桶？对啦，这才叫贴心嘛，免治马桶，而不是怀给我们。好 ，OK， 今天如果说他已经答应了。我认为反而是你有罪。那套他房间那套是我买的。我说另外一套，另外一间，另外一套也要。另外一间的浴室。今年母亲节再买嘛。你不能那时候现在怕被惩罚，然后你就说你才要买。好 ，OK。我在断案没有一次失准的，大家都会认同。好，因为这个是要画脸，好不好？要画脸。两位剪刀石头布。最公平，最公平。剪刀石头。我本来为什么又要等一下？节奏节奏节奏！哎，等等，我这边放屁，这边放屁啊！哦，憋不住了啦！好了好了，我直接认输啦，我被话啦，我本来就比较不孝顺，我的确承认。不行不行，剪刀石头布来，公平公正公开，剪刀石头布。好险我输了，不然回去怎么办？来，医生加入战局，我们也可以发威啦。你写什么？妈妈不孝的孝写错了啦，孝写错了啦。不孝女，不考女。写的什么？哎，这么简单的字你也错别字，孝写错了。医生写诗啊，写诗，那个是不孝艺人的不孝。啊，你不是要写诗吗？不孝厂商哎，你写一首诗啊，医生。不孝商人，医生写一首诗。这里有别的颜色，还有黄的哈，不累一下，不累一下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，怎么这么好玩？够了啦！我也没有当那么不孝顺，没有啦。有则改之，好不好？无则加勉，通通撤回，明天同心继续回答的。